Hi guys, welcome to my channel.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美食频道，健康美食哦。今天我要做一个特别简单、营养健康的中式甜品，双皮奶。然后我这个是特别简易版的双皮奶。What is called in English? Maybe milk egg white pudding. 然后它所需要的原材料也特别简单，只需要鸡蛋。然后糖还有全脂牛奶，所以是 eggs, sugar and full cream milk。 然后我们开始吧， Get ready with me。 然后我们用小勺子轻轻地把碗里的小气泡灭掉。好啦，我们现在来做上装饰。是不是美美的？像放的有点偏。加上那个龙舌兰的糖浆，特别好吃，人间美味。多余下来的蛋黄，那我们可以再加几个鸡蛋做蒸水蛋。